2013球员卡首卖，球迷六点排队抢头香。知道您对球员卡上是记者会的现场，我是金佳。是的，台下满满球迷排排站，大家全都是为了今天即将上市的2013年中华职棒年度球员卡而来。中华职棒在开卖前一天特别安排首卖期上市记者会，现场也提供1000包配额，提供球迷抢先购买。四支球团代表高国庆、黄世豪、王一正跟胡金龙也都现身力挺，不但亲切和球迷互动同乐，还抽出幸运球迷送出超大限量签名卡。而第一位到场的球迷一次购买10包，且很心意的里面有张胡金龙的限量签名球员卡。胡哥，你几点来？6点。这次的2013年中华职棒年度球员卡共有19大项，686款球员卡，其中以大郭时代签名卡1:10000最为稀有。今天将正式全省开卖。新闻台北报道。